首先，先生，你应该买号码。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名叫山田的日本，我今年36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小朋友，我孙未教，我已经在也喺台湾3年，全部老人家都买整个屋企。我唔识煮肉，但系我识煮猪肉，我识煮松果松、青叶、青芥、招菜、各种都买其他。我识买烧麦、麦、麦叶、麦蛋、麦肉、麦菜、麦生果都买其他。我识整洁屋企，扫地、抹地、洗衫、弄衫、晾衫都买其他。我唔惊教，我想在也喺香港4年。我想做嘢喺香港，因为我要揾多啲钱俾屋企人同埋自己。我会应承你，我会尽力做嘢。老实同埋学多啲广东话。唔该，细先生，继续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